每日来到主的面前，共同经历神的恩典。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。副歌，参考经文：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，他要做王直到永远，他的国也没有穷尽。路加福音一章32-33节。写这篇灵修时，我正在探望我的兄弟，他的妻子和他们的猫 Benny。 自从踏入他们的家，我发觉自己一直在哼唱 Elton John 的一首旧歌 BBB Benny and the Jets 的副歌。见到那只猫和看着它在屋里走动，把这段副歌从我脑海边缘移到我脑海的中央。新约圣经也带给我类似的经历，一个在我脑海边缘的主题现在被移到我脑海的前面和中央了，因为它毕竟是圣经的中心。这个主题就是神的国。阅读路加福音一章时，我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天使和他们宣布的喜讯，施洗约翰的出生和即将降临的耶稣上。这些无疑都是重要的事件，可是我们却往往忽略了一个事实：耶稣到世上来要做王，他到来要统治一个国度，这个国度就是他父大卫的国度。大卫是他在大约1000年前的先祖。然而更重要的是，这国度是神的国度。这就是我们在这个月集中思想的主题了。神的国是整本新约圣经中重复出现的主题，像任何诗歌中贴切主题的副歌，神的国就是整本新约圣经的主题。所以就让我们留心聆听吧，我们甚至会开口哼唱起来呢。我相信 Benny 会喜欢听的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的父神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阿们。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。